你回家有给你弟弟准备礼物吗？我弟弟特别懂事儿，我说问他要不要什么新年礼物，他说不用，他说北京房价贵，让我存钱，我今年带他出去旅游一次就好了。到哪个级别？刚学完教换刃，前刃后刃换刃。会那种特技表演吗？那不行，不起来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视频录出来全是双下巴。不可能，你别这个角度啊。看到我了吧？没有。这儿。对对对，这样是对的。都是在楼上哎，车库。不然呢？很高的地方。我怎么没有见识？我们的地铁也是在楼上。你不累吗？累啊。我们爬楼梯。怎么样？来这里录个。好喜欢看你坦白的眼眸，一片蔚蓝晴空。自己还有下河道，谁说只能做朋友？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，向你说声新年快乐。我希望和你同一个西装，唱着同样的歌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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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位同学怎么样？录了？嗯？新年快乐！来，开机！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2020在重庆过年，哎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外公外婆来了吗？来了，在哪？不知道，他们应该在。两三天下雨怎么了？紧张吗？基本看了不少了，那么多基本不看，得看。过年好。当你短日逢俊杰在西南，再恭喜新年快乐。恭喜你们完成任务。谢庄，住口！要吃饭了。吃什么？我们要吃火锅。重庆可以吃火锅，重庆火锅多好吃。你说你去看那种特别不起眼的，那天他的那种火锅店是最好吃的，就他们自己炒的料那种东西，一般都祖传不卖。没有呗，玩儿呗，玩儿呗。你家有什么好吃的？咋了又？啊，走走走，走，赶紧，更快一点。那你要说欢迎光临啊？兄弟，欢迎光临。好，我这里面就加了葱、醋、香油。好不好吃吗？你说好不好吃吗？好吃。嗯，那就好吃。辣，你知道现在嘴巴是什么样子吗？甜的。看你的嘴哟。
你看他的嘴红又亮啊，你看他的牙白又香。这是啥子？这是牛奶。哎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干了！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，我也好想听你诉说，不管天上的云怎么想，路上行人怎么看我，祝我们快乐。